所以人我执，那个人我执，我们众生呢，就是我见就会斗争了，然后呢，因为我见的关系啊，就互相来争论，就会有一个在这里以前当董事的，他当过那个南投县的议长啊，他说有一次啊，有一次他在议会里面呢。然后有一个议员就一直审问了，一直审问那个好像是环保局的局长，啊，就一直问他，说你怎么这样这样这样啊，一直骂他，一直讲，啊，讲到最后啊，那个环保局的局长就说某某议员呐，你给我讲一下了，他说。那边供，那边供。啊，安诺安诺，弟弟该骂，啊，一直骂他呢。到最后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某某议员，拜托你都好好供起来，你好供起来。”啊，最后啊，啊，那个议员说：“然后你供。”然后呢，那个环保局的局长就讲，他说：“啊，议员某某议员呐，你哦所问的是卫生局的事，跟我无关。”啊，那个议员说：“你们卡咋讲？你们卡咋讲？啊，你那不爱卡咋讲？啊，他说你都不爱好讲啊，啊，我那不爱好讲，你们卡咋讲？啊，所以我们人呢，就是有个我见了，现在就是我执我见的斗争了。”这个众生到末法来，那就是变成我执我见，所以就变成这样烦恼。然后呢，又没有道德的教化，所以你看那个电视那个啊，乱讲我执我见，所以他没有的事情呢，都讲到好像真的。就乱讲，没有口德啊！就我执我见，然后呢，就他认为他是怎样的，他就是对的。然后甲方呢，这个讲的就觉得讲我这个都是对的，然后呢，乙方呢，他也是讲的，他都是对的啊，到底相上能对，就是这样。我执我见，末法就是变成这样。啊，我执我见重呢，所以啊，人与人之间呢就合不来，合不来。没有像以前呢，以前的时代，狼都不算敌人呢，哦。比如说以前，我祖父和祖母啊，祖父祖母就是种田呢。啊！你家讲一寡物件，伊讲啊，这我都毋知啊，我都毋知啊，我未晓，我未晓呢，我都毋知，所以他我执我见很少啊。啊，现在不一样啊，知道的太多，然后又我执我见，又太过于民主，所以就变成这样，我执我见啊，就斗争。人知影想这嘛是害呢，嘛是烦恼呢。啊，都我执我见，斗来斗去，就是第七末那，染污是变成染污末那。有情日夜正昏迷，就是有情的众生呢，在生死当中颠颠倒倒，一直迷惑不醒呢，在苦海当中没有办法自拔，就是第七末那呢，妄执第八赖时见分为我。在那横省思量，有个实在的我，所以众生呢，在长夜当中无明把它掩盖起来，他就昏醉，没有醒觉的一天，就好像那个学校的教授，他说：“哎呀，现在的学生呢，实在很奇怪啊，怎么劝他都没有用。”
说你们要好好念书啊，好好念书啊。他听呢，还是一样，没有办法觉悟啊。他说，三分之一的真的想要学的，三分之二的呢，有些是来混一个毕业证书的。啊，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来学校？我嘛唔知，啊，就我妈妈爸爸叫我来读册嘛。然后呢，老师又给他评分，现在又有教师评比呀、啊，一评比呢，给学生一写呢，他说本来啊，他被评比是17名，后来呢，他管得严了、啊，变成200多名。哎，我学生，我是要安怎呢？好，你们来上课，好好的上，我就给你60分。这个就是好老师。只要你有来上课，啊，就让你结业，就让你毕业，啊，得到毕业证书，啊，这就真好的老师。啊，老师呢，没有办法管，就变成这样，变成这样，他说怎么办呢？啊，另外一个老师就说：“哎，人家说有教无类啊，哈，我要有教无类，有教无目屎了。这个就是怎样呢？就是这个末法时期，众生呢、啊，我知我见。《礼记》里面有一篇叫《学记》，他说以前老师是怎样？老师哈、哦，他是拿一个棍子的，学生他想要学啊。”学生想要学的话呢，老师教才有用。啊，学生如果不想学，你看那个搞得不好。有些学生呢，他就不想学，你去请那个省一中的老师来教，你请那个建国中学的老师来教，不好。也有那个国立大学的老师啊，教授他就告诉我，他说啊。我们老师不用很用功，只要学生很肯学，所以学生他很肯学了，他老师啊用一点力量，小可给塞下，啊，伊就要读，伊就认真读，他会去认真去要去求学，啊，如果他不愿意学，你卡安那都不好，就是等于第四种根器嘛，你都查个怕了，伊都都在困。你都在困，阿无你变呐？就像怎样的众生，你我都不会醒悟，阿无你是变呐？我做啊，你变呐？我都不会做菩萨啦，啊，你是要对我安怎？但是佛祖都无办法啦，你用茶甲牵，用秤甲压来甲端落嘛，无啊，没有办法。所以这个我执啊，社会。不平，人心不良，根本就是第七摩那识在作祟。就是我们这个我执，四惑八大相应起，六转忽为染尽一。他说啊，我痴、我见、我慢、我爱四个根本迷惑，时刻跟这个第七摩那相应起，把它包围得很紧，然后呢？那个八个大随烦恼寸步不离，一直跟着第七摩那识起作用，把它包围起来，六转忽为染尽一。也就是说呢，前六世就是依着第七摩那识为染尽的一，到了无漏呢，即喜初心平等性无功用恨我横摧。他说啊。第七，在菩萨因地里面的，就是六七是因中转的，不是到成佛以前他可以转。第六世跟第七世啊，在因地当中就可以转。这可是呢，第前五世跟第八来世啊，要到果成佛的时候啊，才圆满。所以即喜初心平等性，到了初地菩萨的时候。发起初欢喜地的时候，第七摩那就开始转成平等性质，开始转成平等性质。
无功用恨我横吹。到了第八地的时候啊，无功用恨啊，那个时候啊，他就摧毁俱生我执，那个智慧就变成中品的平等性质。可是俱生法执还有，到八地以后，他应用第六意识啊，继续的修身空观、法空观。然后呢，到了八地以后啊，慢慢的把第七莫那呢一直转，啊、哦，到了最后的时候啊，他就转了以后啊，他就变成有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。那么他就讲了，他说那个如来现起他受用，就是佛地的时候啊，他就有他受用身，十地菩萨所披髻。他起那个他受用的报身啊，佛现起他受用报身呢、啊，到十地菩萨呢，那个从初地到十地的时候啊，那个报身呢、啊，他就会现，啊、哦，他会现报身。那我们来看呢，第八阿赖耶，第八阿赖耶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只可以把这个文呢、啊，把它念一遍哦。我们念一遍呢、啊，总比没有讲还要好啊。哦啊，咱就个念一遍啊！啊、哦，信为无复五片行，借地随他业力生，二乘不了因迷子，由此能心论主真，浩浩三藏不可穷，烟生七浪尽随风，受熏此种根生气。气候来先做主公，不动地前才舍障，金刚道后一手空，大圆无垢同时发，普照十方尘刹中、哦、你看、啊、第八阿赖耶啊，他说气候来先做主公，第八阿赖耶是怎样呢？他你往生的时候啊，是最好最后走的，他最后呢，就是第八来是最后才离开的啊。他来投胎呢，是最先来的，就是第八来是到了不动地前才舍障，到了八地菩萨呢，他才舍那个舍掉了那个舍掉我爱执常，金刚道后成佛的时候啊，他就一手空了，一手是啊，就空掉了。大圆净智呢，无垢是同时现出来了。到了成佛的时候啊，大圆净智跟无垢是啊，无垢就是没有染污了，同时显发，就普照十方尘刹中，他就可以大圆净智、啊、普照十方。所以佛是什么？无量光，他普照十方，因为他把那个第八来世啊。全部都转成清净时，所以佛是一片的光明，一片的光明。这个就是讲前五世、第六意识、第七莫那和第八来世。哎，我们最少啊，把这个玄奘大师的八世规矩颂啊，我们有把它很简单的念过去啊，哦，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唯识宗嘛。所以就是要教一些八世规矩颂、唯识简介啊，啊这些东西，法相中的啊，法相中的名相比较多。不过呢，你回去啊，好好的把这个唯识啊，把它对着看，然后好好的研究、啊，你会很有兴趣的，因为它都在讲我们的心的起心动念。所以唯识学是最圆满的心理学，我们佛教最圆满的心理学就是唯识学。世间的心理学医生啊，还没有深入到我们唯识学这么深入。如果你把唯识学了解了以后啊，那个心理学就了解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。
新逢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万倍，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大悲忏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。日期9月13日星期二，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0398988686。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中山书坊陈真义工，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，0722123230723，地点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。接下来呢，不久之后，卓杰一行人啊，再次启程前往涅槃。所以呢，卓杰人生的最后的时光呢，基本上都在涅槃度过的。那个时候呢，很多人听说卓杰住在涅槃，都不远万里慕名而来，其中不乏很多名师大德。当然呢，卓杰的弟子大人物库敦也来了，而且呢还有很多在家人、密咒师等等，总之呢形形色色的人呢都赶来此地。于是呢，卓杰呢就按照每个人不同的需求给予不同的教授，但是呢总的来说呢，对僧俗二众讲说最多的还是皈依法、皈依戒的利益，还有相关的学处等等。所以呢，这么一来呢，大家在私底下又把卓杰的名字改成了皈依师。这段时间呢，藏地很多的名师都来到了这个涅槃，他们纷纷请求卓杰广说般若八千颂。那卓杰呢就问大家，你们想让我知道的这个内容范围来讲呢，还是以经典的内容范围来讲呢？众人答道啊，就按照这个经典的内容范围来讲吧。于是呢，卓杰就只是按照内容的范围啊，非常简要的大概的讲呢讲而已。很多的名师就听了之后呢，就十分的不满意，有的甚至就离开了涅槃。人们都说这也讲得太简略太简短了。当时呢，据说在场的纳粹医师有点像是开玩笑似的对库敦说道，卓杰呢教授口诀方面的确厉害，但若是讲经论道还是比不上您呢。库敦一听呢，马上说道，说的极是，讲经论道还是老子我略胜一筹。不管怎么说呢大家好像对这个卓杰有点失望。准顿吧这个时候呢也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心有不甘，所以呢就再次请求卓杰，请按照您知道的内容范围再讲一次吧。卓杰就答应了。于是呢，这一次呢，卓杰讲得非常的仔细详尽，众人一听呢茅塞顿开，交口称誉，都说卓杰果然名不虚传。后来呢，有人把这次般若讲说呢做了笔记，所以呢，
这个讲说的传承就保留了下来，叫做康派般若。那么大概就在九劫70岁左右，也就是晚年的时候，他基本上已经不太会去讲法了，只是偶尔说一些道歌。这些道歌呢，后来也有翻译成了藏文。那么闲暇的时光里啊，九姐会在他住所周围啊走一走，转一转，看着花花草草、山山水水什么的。他尤其十分的赞叹西藏的水，那这么的这个清澈透明。他说，在西藏累积福德，只需要供水就足够。啊，印度气候炎热，没有藏地这样清凉的泉水。所以呢，九姐基本上每天都会供水。其实呢，我们现在的这个供水供杯的这个传统啊，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噶当派的。九姐就这样每天散步的时候，有一天就想起种敦巴说过的话，涅槃的花连冬天都会开。于是呢，他就问种敦巴，你说冬天开的花到底在哪里呢？种敦巴就给他看了一种叫做刺栗的植物。这种这个刺栗啊，其实应该算是果实，不太算算作花，长得有点像是带刺的黄杏。反正呢，这个种敦巴就给他看了这个刺栗，九姐一见就说，好吧好吧，只能勉强算你没有骗人罢了。不过呢，在藏地啊，的确有一些特别漂亮的花，是上好的贡品。虽然你把不是花的就东西呢，就是当场花，当场的花，看来你们很喜欢花嘛。那么我会加持这里，将来能够长出很多的花。所以呢，从此以后呢，直到现在，涅槃长出了很多以前没有的各种各样的鲜花。九姐呢，不仅这个喜欢花草啊，而且呢也特别喜欢小动物。每天在遛弯的时候，她都会跟不同的小动物聊天。比如说，她对着小鸟啊，就问人家，请问小鸟，你今天好不好啊？等等之类的这种各种对话。而且他尤其是喜欢小狗，经常呢就把这些小狗呢抱在怀里，一边抚摸一边说，小狗大人呐，今天好不好啊？啊，这辈子投胎成了这样啊，都怪以前做的不好，所以要记住哦，啊，然后呢，库敦呢，旁边看到就说：“上师啊，你一点儿都不知道怎么做个大人物。”九吉一听呢，立马说道：“啊，我才不要做什么藏地的大人物，就会损坏我的慈悲心的。”那这事之后呢，就非常让人难过的事情，就是不久之后，阿底峡就是卧病在床了。那个时候呢，就是很多人为他修法祈福，而他本人呢，只要见到一次本尊，身体状况就会稍微好起来。但是这样反反复复啊很多次之后呢，九姐的这个身体呢终于还是一日不如一日。所以呢，后来这段时间呢他说的很多的法呢，感觉就像临终遗言一样。
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